那如果对一下的话，万一说这出来的还是可能还是女孩怎么办？我刚才看到那个好像是女孩，真是如果按这算是女孩、啊、就是按那个就是女孩，但是我不会相信那个，应该相信科学的。您这是坐着说话也不腰疼。不对，就是儿媳妇做的不好，您作为婆婆，反正我是平常就是这么要求我自己的，就是谦让点，慢慢沟通劝解她，反正我觉得应该这样。如果说现在你那个你们家要是就是金财满贯，比如说你儿媳妇儿要是跟你儿子来提出离婚，你什么观点？那当然我得说我儿子了，为什么得知道他的原因呢？是到底谁的原因呢？通过这个来做工作。我觉得您说您出了30多万，我不瞒您说，我呀出了加起来也有几十万了。完了，他要是对我好，我就把命给他，我都不觉得冤的啥。对，父母都是这种心，是。